大帅呀、啊，你的呼味道是越来越小了。你偶尔是不是也乱尿一下？不用闻了，不闻，去找红俊和灿灿去吧还是和我亲？一个是天天围着地球转，一个就是围着我转。今天就该溜了是吧？我问大帅身上尊贵的气味，看大帅用的是什么香水？尿检牌香水。那是过去大帅那是就是一个行走的尿不湿。那都离多远呢？那天天见着老爷就哈。是过年没给你红包啊？燕君，你干啥呢？燕君和大帅，其实他俩还是有一定感情基础的。燕君，你做大帅的经纪人吧？燕君做你的经纪人行不行？大帅，然后你就管燕君的衣食住行和零花钱。我去把那个够弟叫进来啊，见见外孙子啊。够弟，快过来过来，见见外公了。够弟，够弟来，还找啥呢？去见外公去，来松手，去了。够弟，够弟，你本次的终点是见外公。哎，这还有个亲爸呢，快！够的，爸爸，够的，叫爸爸，这是亲爸爸，偶像，偶像，去父爱如山，去扇儿子一下，没事，能什么？你要领你儿子当配音演员呢？偶像可能刚才是找 AU 去了吧？AU 没在着呢，AU 没在那呀。我以为你找 AU，你说我儿子来了，想让 AU 做几个菜招待一下。AU 在这呢，好看呐。虽然你头发上有点头发，你也不能挡镜头啊。因为我拍的是 AU。胖虎要回去，也不是回去。这俩屋子他就挨个转。哎，你把尾巴放那儿有点危险啊！你尾巴放那边，大帅待会儿呢，再把你尾巴给你拽走了呢。大帅还在那吃草呢。你说这尾巴多危险呢？够弟，你进那里干啥去了？你是不是给你爸买猫砂去了？你爸也就是个不立事的家伙。胖虎这造型显然是钓鱼的呀，把尾巴伸那边儿，在那吸引大帅的注意。偶像，你看你儿子比你强，人家上厕所之前还把猫砂盆给埋了埋。够的，过来，过来见见外公了。